40分钟，另外公益监察作为中心，那么我们想时间尽量的浓。防治内乱外患，泄露国家机密，贪渎贿选毒品，经济犯罪、洗钱等重大犯罪，并协同办理组织犯罪防治事项。监察会经济犯罪防治、缉毒洗钱防治等各项工作，员额733人。外勤单位以行政区域及业务特性。各位同仁，我是看到这个名单很不敢当哈，这个肯定是全国的各地的这个站的主任今天都来出席。好，那我稍微讲一下我对这个调查局的期待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几乎都有类似的机关啊，那么调查局掌管的是国家的安全，那么以理论来讲，应该是最好的人才。最多的预算，最好的设备，最重要的工作。那实际上当然现在这样看不是哈，那我们这个社会有变化，调查局的业务哈也有在转变。那国家安全以外，我们先重大的犯罪，经济犯罪方面。那现在过去警察单位，警察单位过去的资质比较差，那现在呢？警大现在警官有没有提升？设备当然有加强，因为警察在做的，事实上跟日常的生活，虽然他做的是小事，不过他跟日常生活的那个感觉，是比较亲近感。那调查局做的是比较重要，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上，经验比较多。那过去我们的历史。有介入出来是不是重力的问题，就是说最好的人才、最好的设备、最好的预算，如果它不是重力，那我们现在政治是对立多元，就会引起对立，那引起对立以后呢，就失去一半了。所以大家请一定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未来的大家，更多的都是组织的荣誉和未来，应该。严守就是国家的机关，这样的意思。上马的味道，上马是这个味道，第一次闻到。我们院长，地图中心的杨主任，杨主任。这个非常欢迎哈，还有各位长官的莅临视察，感到非常荣幸呐、我是其实中心主任杨光全，这个毒品库啊，是在行政院82年的7月。那么有感当时的全省各地检署的毒品这个赃物的保管松散，我们在国外有些国家来参观，像菲律宾、美国还有落后国家都曾发生过监守自盗的事件，那所以行政要责付我们本局要成立这个毒品保管专库。那保管这个专库到目前来讲一共保管了3700多公斤，大概值市价是200亿以上。那么因为严密，请院长部长这里听一下。以往讲铜墙铁壁，这个是钢板钢壁，那保管专库。那个当时城里隔壁还有一间也不大，但是保管的时候折布以后，我们只集中保管了17种，也就第一种像那个有海洛因的吗啡的，第二种有罂粟啊大麻的，一共有17种的这个毒品。那现在。这个因为很多这个不太舒服，为什么这个喜欢胖？这个平常要摸一下，这很重啊，这价值连城，价值连城，这不少钱。抱怨呐，这么一小块哈、可以买一栋房子。这样子的，一小块，这个三层啊，可以。不然要不要太？这个可以。有大概十几万。这个是海洛因，这个是安非他命。它这个是这样半麻，是这样就是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它就是把肝脏弄碎以后卷在烟卷里面就吸啊。哦，这个就已经可以。对对，但是那个枝子是比较不好，那个这个叶的那个芯哈头哈啊，那个还有那个那个要尾巴的地方比较含那个大麻胶。当年我们在
这个苗栗的最高的山上啊，在南庄那个，南庄深山里面，就有时候也不知道，是看不见。这个查了以后啊，因为警方也没有这个案子，所以叫我们提供照片。那个领馆处也要我们照片，他在山上。这个要晒干了才能。要晒干，是是，要晒干。啊，如果没有干，这个都是，所以这个进来大概都有点这个味道。在反正这是一级毒品，这是二级毒品。这个是摇头丸，我们查获了制毒工厂。是。嗯、好，再一张，谢谢。